各位晚安，非常那个高兴看到各位，尤其是在疫情的威胁下，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这边这个演讲呢，让我非常的感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是病毒防疫猎巫，这个呢准备有四讲这个来跟大家讲。其实这些呢，都是我在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羌族里面所获得在这边的一些体悟那在现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这个全球流行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暴力猜疑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特别有意义。所以呢，在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到，就说大家呢，全球很多地方呢，都陷入一种混乱跟暴力里面，那我在这个演讲里面呢，这系列的演讲要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在这方面，这个很多年来做的一些研究，那这些呢，就是关于人类的一些集体恐惧与暴力的。那我将要说明的是呢，就事实上呢，人类社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隐忧的一个部分，它好像是深藏在我们心里一些心魔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重大的社会灾难发生的时候，就像现在在我们周边，它就会像魔鬼一样，慢慢的到处蔓延，然后控制着我们的一些思维和行动，最后呢，造成更大规模的暴力。好，那今天的第一讲呢，我先讲的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暴力最基本的是在于一种人类的社群认同，今天我主要是来讲这个，然后呢。我第二讲的时候呢，就会跟大家带领大家到我的这个田野地区、羌族地区去看，就这种认同呢，在羌族地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毒药猫传说，那不只是一个传说，而且是的确有一些女的受害，被认为是毒药猫。然后在第三讲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大家会觉得非常讶异的，这个毒药猫的传说其实跟欧洲的这个女巫传说呢，非常的相近，里面很多元素都是一样的就说这会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两地差隔那么远，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传播的可能，为什么会产生那么相似的这个神话传说出来？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在欧洲来讲的话，那个受害的那些女性就更严重了就是有的就是很多人被吊死。然后在第四讲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当这个欧洲的这个猎女巫风潮跟着移民到了美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位我称他为哈佛人，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校长，他15岁就。哈佛大学毕业，天才，但是他就卷入了这些猎巫啊、防疫啊这些事情好，我们先看一看，今天的这一讲呢，恐惧与温暖，人类社群认同危机这个其实牵扯到呢，我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我觉得很多考古学家或者是生物学家，很多都在这个从一些人类的猿猴或者是什么的一些本质去讨论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暴力的呢，还是和平的？但是呢，我们讲人是一个群栖动物，如果我们不管它个体是怎么样，那它如果结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到底是暴力的，还是这个群体？他经常愿意跟别的群体合作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简单的讲呢，我认为呢，暴力呢，尤其人类群体里面的集体暴力，
常常是由于恐惧跟猜疑。所以大家看，当新冠肺炎蔓延的时候，大家先猜疑，猜疑谁带来的，谁在我们群体里面在传播，外面是谁先把这个扩大出来，然后呢，这就会产生恐惧，然后最后呢会产生暴力，然后这种恐惧呢，在一个群体里面呢，会像病毒一样的蔓延。事实上呢，这是因为呢，它涉及的一种人类社群认同，我称它为原初社群认同，所以我们就从起始最开始来看看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古老的这个阴暗的面向。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原初社群是指的什么社群啊？就是成员们的血缘跟地缘关系是完全重叠的这样子的一个社群。简单的讲呢，在这个社群里面，亲人也是邻人，邻人也是亲人啊，就这么简单啊。好，我们来看看啊，我的大纲呢，大概我会先从一个人的生命之初开始讲，然后我会讲这个羌族村寨里面的一个原初社群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我会讲到原初社群里面的一些暴力啊，它的性质，然后我会回归到人类的新石器时代，看这个原初社群是不是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了那么人类是怎么样从最早的原初社群一直发展到后来的比较复杂的社会，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复杂社会里面然后我会讲到国家形成的时候国家的暴力是什么样一个暴力在国家暴力之下，这些原初社群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会提到原初社群是一直存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还有它有很多的变体其中有个变体呢就是民族国家，最后我会谈到一些民族国家里面的暴力。好，我们看，我们从人类的生命之初开始，大家想想看，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那个空间跟人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空间，也许就是你那个小床周边呢都是一些非常亲切的人，父母兄弟姐妹你弟弟妹妹还没出生然后等到会爬会走路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探测外界的世界，这个外界世界也许就从客厅开始从离开了这个卧房，然后你就开始跌跌撞撞然后碰到客厅的桌角，从椅子上摔下来，然后受伤，然后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你可以被允许到邻居家去，然后到了隔壁被隔壁的小孩欺负，被狗咬，哭着回家。你看，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这么简单，从一个非常安全的温暖的窝开始往外去探索外在的世界，然后蹦蹦撞撞受了一大堆的伤，到了你18岁以后到外地求学工作，遭遇更多的挫折，奇奇怪怪的人，更多的打击，这个时候也许有的人还是哭哭啼啼的回家所以呢，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你想想看，刚出生的那个记忆多重要，非常温暖的一堆温暖的空间，非常安全的人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会那个等于是永远的一个好像一个窝一样，一个温暖的窝，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你就想回到那里面去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呢也一直在警告我们外面有多危险，也就是告诉你呢，等于在强调这里面是安全的。还有呢，我们的很多的文化其实都是在重复的告诉我们
这个窝是很安全的，譬如说躲猫猫游戏，大家想想看，在躲猫猫游戏的时候，这些小孩子玩的不只是在要躲那个要抓你的人，小孩子常想象要抓的那个 是一个大魔鬼或什么。而且最有趣的，小孩子在玩躲猫猫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躲在一个柜子里，最好是三四个人挤在里面，那个时候最兴奋啊。一方面呢，觉得好像外面有一个东西在要抓他们，要侵犯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在那种黑暗拥挤啊，温暖其实几乎是闷热那种空间里面呢，大家觉得很安全。盖被被游戏，小孩子也是喜欢玩的啊。现在呢，小孩子可能邻居的小孩在一起玩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这种游戏可能是我那个年龄小的时候玩的啊。就是兄弟啊，年龄相近的，或者跟邻居的小孩一起躲在被子里，然后自己吓自己，说啊，大野狼来了啊，然后大家一直闷到大家受不了的时候，才掀开被子走出来啊。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呢？还包括讲鬼故事，其实都是呢，我们在故意在这些小孩子的游戏里面呢，创造一些危险，创造一些外在的危险，想象一些恐怖啊，然后大家紧紧的聚在一起，然后你可以享受那种啊安全啊那种温馨。所以我们等于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实践的这些啊。这个图片里面最底下这只猫咪是现在还一天到晚找我躲猫猫。OK， 但是呢，这个在婴儿和儿童呢，在这个生命的最初的这个阶段里面呢，他这种很温馨的这个家庭的窝里面呢，其实也不是没有挫折的，也有挫折，而这个挫折呢，也变成他非常根深蒂固的经验的一部分啊。那譬如说没有办法吸到母奶啊，被兄姐粗暴的对待，或者玩具被抢走等等的啊。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就很挫折。那其实这个呢，也造成深埋在个人心目中的一种恐惧，就是在一个非常应该是非常安全亲切的一个群体里面，但是呢好像遭受自己人伤害，遭受自己人背叛啊。所以其实这种感觉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后来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在别的地方有反应。譬如说我们讲一个这个例子吧，这个中国在这个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可以以德报怨的原谅日本人，但是对于汉奸是绝对不原谅。其实这个就是呢，大家这种恐惧啊，内部的敌人比外面的敌人更可怕。好，我们看，就是像家庭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初社群里面呢，所有的家庭成员在外面受到，等于长大了以后，你自己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后，还是一样，希望在家庭里面寻求安慰。但是这个时候呢，常常人们呢，也在这个家里面去猜疑或者找寻为什么自己失败。也就是说呢，当你在外面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常常啊，在家里面觉得好像是谁爱着你，谁在伴着你啊，让你什么都做不成啊。所以这就是在家里面呢常常发生一些家庭纠纷暴力。那儿童呢也是在这个里面感受到这个温暖的窝里面呢有这种暴力的这种恐惧，而且感觉到这个家好像随时要分崩离析。其实这些呢都造成一个人早期的经验啊。那这些经验呢最后呢会，等一下我会讲到，会投射到人类其他的这个原初社群的一些认同里面。
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到羌族地区来看看羌族的这个原住社群的情形啊。所以其实我对这个原住社群的了解呢，就是从羌族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再提一提，要谢谢这些羌族，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他们保留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比如说历史记忆的方式啊，或者是认同啊，会让我们反过头来怀疑我们自己，去认识我们自己。其实呢，他们并不是奇怪的，有时候你会反而觉得我们是奇怪的啊。我们来解释啊，这个呢，大家看它的这个位置，大家看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一个青藏高原啊，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所以它这个地区呢是高山纵谷，也就是说这个成都平原只有大概海拔600公尺，这边有3600公尺，所以这个中间呢一下子要拔出来了3000公尺。这3000公尺呢其实就是像梯阶一样的啊，高山纵谷。那羌族呢，他们就是分布在这个高山纵谷里面的人群啊，这个是我以前的田野点，所以我是一个多点的田野，所以很多的这个绿色的点都是我跑过的地方。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比较晚照的，2007年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电视天线。这个是羌族最大的寨子罗波寨。这个大概是200户左右，这是最大的了。那这个是我以前去三龙沟的一个寨子，这种小寨子呢，通常就是5、6户、7、8户人，甚至最小的可能会2、3户人。啊，越高的，像这个寨子，我上来呢，在半路上还睡了一晚上，在半山腰上啊，这非常的高。啊，这个是牛尾巴寨。他们这个寨子的名称是这样的，他们就说从前有3个兄弟分家的时候，他们杀一头牛，老大分了牛头，老二分了牛身子，老三分了牛尾巴，所以这个寨子呢就叫牛尾巴寨啊。这个是这个理县，这是龙溪沟啊，龙溪沟也算汶川龙溪沟的一个寨子。这也算大寨子，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寨子的位置都非常高啊，旁边是很深的山谷啊。为什么呢？其实呢，恐惧，怕外面人，他们非常怕外面的暴力啊。所以你到了这种地方呢，你都会想到人为什么要住在这么高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这个暴力呢的恐惧呢，你几乎从这个聚落的形态都看得出来。这个是黑虎沟，茂县的黑虎沟。大家看这个沟呢，这个寨子呢是沿着这个山脊，这边是峭壁，沿着山脊建，然后上面呢还一个一个像烟囱一样的呢，这个是他们的这个防卫用的碉楼啊。所以呢，就是光从这些建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是非常的紧张的啊，那个生活。啊，这个是浦溪沟啊，大浦溪啊，大家看这个也是，这边一个寨子，这边一个寨子，这边还看了一个寨子，这个图片里就看了3个啊，这个是小寨子，这个是属于这个大寨子。所以这边的他们就讲说，从前有5个兄弟来到这边，每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啊，建了自己的寨子，所以这个就是这边主要的5个寨子就是这样的来的啊。所以大家顺便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他们怎么在这边活下去啊？看这边都是田啊，这边都是开的，寨子附近呢就是他们的田，上方呢这个地方。森林是绝对不能砍的啊，这个叫做神木林，你看这里也有啊，为了水土保持，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水土保持，他们只知道那个叫做神木林，
神木林里面是一根树枝都不能剪，剪树枝都不行啊。所以当然他们在更高的山上呢就可以打猎啊，放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是小信沟啊，埃西沟，所以大家看的也是一样啊，这边有稻田啊，就是麦田不是稻田啊，这个森林非常的好啊。然后这个房子你看到没有，这边的房子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比较分散，别的地方都是紧紧的聚在一起，我们讲那个是代表的一种怕紧张啊。那他们为什么不怕呢？其实呢，这边的人我跟他们很熟，我有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晓不晓得别人的房子都聚在一起，你们为什么分开来？他说我们不晓得啊，你能不能讲个道理？我说因为你们是抢别人的，你们不是被抢。因为他们这边的人以前别人是认为他们又穷又凶啊。我以前还看了一个历史记录，我们所里面有个前辈1929年到这个地方去做调查，那个时候正好碰到呢这个甘肃的回民的军队，就是甘肃那个军阀的马家军要来抢这个松潘，然后呢大家都很紧张，然后村寨的这些头人呢全部集合起来商量，还有当地的川军呢也跟他们一起开会，看这个大家怎么团结起来对付这个甘肃来的马家军。结果就有一个头人发言就很有意思，他说有人建议找这个南路的人来帮忙，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啊。他说我觉得这不是好主意，要知道他们都是一群穷鬼，他们走过的地方比甘军走过的地方还要干净一些。所以就是这样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那个暴力非常的厉害啊。这个是在很高的山上，这是放养牦牛的地方啊。大家看到这个牦牛在这个上面啊，牦牛通常都在3600公尺以上啊。然后那个上面呢，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来到这个地方啊。夏天爬到3600到4000这边呢，就是那个已经接近高原了，所以那个山陡不是那么的陡峭，变成平坡啊，但是一片一片的野花啊，非常漂亮。好，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呢，大家我是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羌族呢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民族啊，是在这个1950年代，大家中国大陆民族识别以后，把整个青藏高原东缘很多不同的人群呢，把它给了一个名称叫做羌，他们就变成羌族。在以前来讲呢，这就是我要讲的他们的原初社群的认同，也就是说每一个寨子的人呢几乎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民族了啊，非常怕外面的人。所以大家看，我是故意把他们这些，你注意看这个，尤其是女子的穿着，其实每一个地方呢都不一样的啊，就是他们特别用这个女子的穿着呢来区分跟她的邻居来区分开来。好，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这种村寨里面的人类生态是什么样。在过去这种他们的这种传统生活里面呢，因为这个山沟里面的资源是垂直分布的啊，你可以在半山腰上寨子旁边种田，在更高点的地方去捡一些菌菇草药，再高的地方呢放养牦牛或打猎啊，所以这样子呢基本上生活没问题。所以呢保护一个小山沟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山沟里面的几个寨子和寨子里面的几个家族之间都各有各的地盘，在这边分得非常的清楚啊。等一下我会再继续跟大家解释，就是这边地盘的界限在这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随便不能随便越界的啊。好，
现在呢很重要的，我要跟大家讲他们的这种家族啊，这个呢真的是让我们让至少对我来讲，我学习了很多。他们的家族是怎么回事呢？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共祭一个家族神，而这个家族神呢，也就是地盘神，所以呢，就变成了，如果你搬到另外一个地盘去盖房子的话，你就变成另外一个家族的人了。譬如说我朋友跟我讲，就很生动的例子，他就说村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这个三个儿子，家田不够，房子也不够住，那另外有一户呢，早就绝户了，人都早就搬走，那个房子早就都已经快坍塌了。他可以取得村寨里人的同意啊，让他的大儿子去占那个地盘，把那个房子修起来。如果大家同意了这样做以后呢，这个人的大儿子就跟他属于不同家族了，就不同家族了。也就是说，我那个朋友呢真的很厉害，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我们讲的这个亲戚关系跟你们讲的不一样，我们讲的是不是跟着血缘画圈圈，是跟着地方画圈圈。其实我原来一直想不通，我们讲亲属血缘，对吧？亲属关系一定是血缘嘛，怎么会有跟着地方画圈圈的呢？但是大家想想看，他这个制度，他这种方法是的确大家非常强调我们大家的血缘关系，但是这个血缘关系是可以被地缘关系来修正的，对不对？就是不断的被地缘关系在修正，所以永远呢住在一起的就是亲人啊，这就是我讲的原初社群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啊，就永远呢住在一起的都是亲戚。还有这种呢是一个内向型的社会，也就是说呢资源不足，对内想办法解决，分配竞争啊，等一下我会讲得更清楚。好，我们先看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特别，这是一个口述历史啊，这是我录音的啊，一个字一个字呢把它这个录出来的。他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个弟兄，大哥四个跛子啊，兄弟到这儿来，还有个幺兄弟呢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在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就是山寨另外一个寨子的太阳晒得早。幺弟有些怕，二哥说你死了以后就没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里来埋。 OK， 我们来看，这就是这个故事呢就讲了埃西山寨的人是怎么来的。如果你问他更大范围，这个小信沟的人呢怎么来的，他就跟你讲，从前有七个兄弟啊，这边四个，有三个到这里来。如果你问他更大范围的人啊，大家如果去过九寨沟玩的话，九寨沟那边有个雪宝顶山，大概在这一带，那个山非常的高啊，如果去九寨沟飞机起飞降落都看得到的啊。所以你问他，如果拜雪宝顶菩萨的人所有那些是怎么来的呢，他告诉你另外一个七兄弟的故事啊。所以大家共同的历史永远是几个兄弟啊。大家注意，其实这种兄弟历史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不对？兄弟这个符号呢其实就隐喻的各人群之间既合作区分又敌对啊。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么荒谬的历史他们怎么会相信啊，好像这些人很笨一样的，怎么会相信这样的历史？不是这回事。大家想想看，如果你活在那种的历史里，你当然会相信这个历史。什么叫活在那个历史里？因为你今天追之路追到这个隔壁的寨子的这个边界那边的时候，你就心里想啊，他的祖先跟我的祖先是弟兄，我们关系也跟弟兄一样，我如果进去了追过去，我会破坏了兄弟的感情啊，所以你就止步了啊。如果你听到远方
另外那个寨子那边一声呼啸示警，表示另外的那个大耳边沟的人过来我们这边挖药了，你就赶快过去跟着其他三个寨子两个寨子的弟兄一起把另外一个沟的人赶走。什么东西让你这样做呢？历史，对不对？如果你活的那个环境就是被历史建构的话，你当然相信那种历史。所以大家可以回头来想我们的历史，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活在我们自己所建构的历史里面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邻人都是亲人，近亲也是近邻，但是呢不幸近邻也是近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地盘界限呢比这个血缘边界更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大家注意到，如果这个历史他们相信这种历史的话，那么大家的祖先都是同时来到这里的。这个历史里面呢没有那个什么征服啊那一类的事件，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现在所有的人呢里面没有征服者，没有被征服者，也没有老居民，也没有新移民。大家想想，我们所有所谓的文明世界上的人，我们会用历史来分辨，对不对？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谁是老居民，谁是新移民啊？所以这个也呢，也给我们一些呢，对我们的历史呢，跟我们的所谓的复杂社会、文明社会，有些特别的认识。但是呢，我要说的呢，其实这也不是一个这个美好的伊甸园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除了弟兄历史以外呢，他们这边有三神崇拜，也是一样。这个三神崇拜呢，用来强化这个每一个村寨的地盘界限啊。譬如说刚才讲的松潘到埃七沟啊，三个寨子各有各的地盘，他们联合起来呢，有保护本地本沟的地盘，所以呢，三个寨子各有各的三神，他们联合起来，啊，就有一个格鲁囊处，一个大的三神啊。所以当在山上走的时候呢，我常常跟他们在这个山上跑，就是看到这种标志的时候呢，就在地上想办法捡一根柴，插到这个石头里面，所以你看这边有很多柴，这也表示敬山神的意思。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也表示你尊重别人的地盘，你知道你现在走到别人的地盘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不是你们的地盘的话，不能打猎，不能再随便挖药，什么都不能，你走过去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这个恐惧、暴力，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兄弟们争，就是这个固定的这个资源，对内分配竞争，来解决这个资源不足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为了一些资源竞争呢，常常造成这个兄弟阋墙啊。还有呢，对外界的敌意跟恐惧，也会造成内部的紧张。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寨子里面呢，大家都是血亲，血亲是指这个，因为他们是父系家庭啊，所以都是这个父系的血亲。那妻子呢，一定要从外面的寨子娶来。那所以呢，当这个外面的压力跟内部的矛盾，让一个寨子的这个就是这样的原初社群，它的团结呢，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常常呢被霸凌的，就是从外面嫁来的这些女人，啊，或者是比较村寨里面的一些弱势成员。好，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地方，啊，他们是藏族，就在羌族的旁边，这是现在叫加绒藏族，其实他们过去跟羌族一样的，就是每一个村寨或一个村寨群，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根本不认为他跟外面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是有一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办婚礼，我去替他们照相，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莫尔若村的女孩子要嫁到齐鲁村，所以齐鲁村呢，因为全村都是亲戚，所以全村要跑到莫尔若村去过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呢，把这个新娘呢接回来，啊，所以你看这个新娘呢，这个场面呢是非常，非常这个悲惨的啊，可以说，你想想她一辈子所有的亲戚，大家知道这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村子里面，你说这个村子里面大部分我们都是亲戚，但是我讲的这种羌藏村寨呢，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在这里，外面没有亲戚，从小到大所有的亲戚都在这里，这个时候他要离开了，拜别这些长老。好，你看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大家你看这个背的这个手提的背的哦，这个满满的，然后这个伴娘呢，这位是伴娘，还背着娃娃啊，因为他们的婚礼的习俗呢是在小孩子出生满月以后才开始办啊，这个习俗是保证这个女孩子要能够生育，这个婚姻才算完成。好哦，大家看，常常我觉得在台湾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嫁女儿像被抢一样，大家看在这里是被另外一个村全村人来抢，所以你看大家都在搬东西，这个是一个大概是帐床啊，那个可以拆下来就放了，你看一排车子在那边等着搬东西啊，场面非常壮观。哦，这个呢，这个村子呢，那个齐鲁村呢，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巴底，它是属于丹巴县的巴底的村落。这个巴底的这个村落大概有十几个村落啊。那如果你在网上查一查丹巴的话，就会出现美人谷，这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美人谷。其实我们从原初社群这个概念来看，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不稀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嫁娶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在整个青藏高原里面、藏羌里面，这种非常普遍，也就变成一个一个的语言、文化、遗传基因的孤岛，所以这个等于是怎么讲？是不是一个遗传基因的孤岛现象？正好一些美女的基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变成美人谷，啊，另外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叫美男谷，啊。OK， 好，我们现在来大概讲一下这些原初社群。我们从羌族的这种村寨的原初社群来看，这个原初社群呢，这种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啊？基本上呢，各家各寨就是平等自主的啊。他们有三神信仰，地盘家神信仰，不轻易搬迁。应该严格的讲呢，根本不可能搬迁，因为呢，他们认为呢，外面都是别人的地盘，啊，你往哪里去搬，啊，所以他们有个习俗哦，刚才这个我应该提一提，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重大的节日或者是这个祭典之前呢。都要敬山神，就要敬自己的山神，但他敬自己的山神的时候呢，他要把附近所有的山神由近到远全部请过来共享，就是开酒的要请大家来共享这个祭酒。所以但是 我知道他们里面在请这些各地的山神的时候，有些是他们自己随便乱掰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成都的山神，还有北京的山神，所以其实这不重要。其实这个告诉成都和北京的，其实是意思是说，你有你的地盘，我有我的地盘，啊，我们大家应该尊重彼此的地盘，啊，就像他们的那个弟兄故事一样，啊，我顺便在这边讲一下，其实这种弟兄故事呢，在中国西南
非常普遍，尤其是呢被早期1930-40年代很多的这个民族学家去收集，他们去做民族调查的时候去收集了好多他们认为是神话的。其实那些神话呢都是说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到最后呢有三个兄弟就是说彝族的一个故事，最后呢他们那个三个兄弟在烤火的时候呢，那个中间的竹子爆了，一个哎呀一声，他就是汉人的祖先，还有一个用一个什么声音这个惊叫一声，他就是藏族的祖先，还有一个怎么样就是彝族的祖先这样。其实这一类的故事呢是代表什么，就是其实在早期这些所谓的还没有成为少数民族的这些中国边疆西南人群，当他们认识到了这个民族分类的这个 category 那个叫做藏族，那个叫做汉族，那个叫做什么族的时候，他还是建立这种弟兄祖先的历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既合作又对抗的大家知道这种想法跟你服从一个有权威的父亲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的历史都是从一个英雄历史开始等一下我会讲。所以房子呢要盖在有地盘神的老地基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文化。大家想想看，这种文化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如果一个山沟里面有30个地盘神，他就永远只有30户人所以他这种文化可以控制这个山沟里面的人口也就是说分享资源的人不能多，保护资源的不能少。所以当他如果是有地盘空下来的时候呢，他也很欢迎外面的汉人如果来移民占那个地盘成立一个家户娶当地的女子。但是那种汉人呢过了两三代，不要讲两三代，他就会忘了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那边的一位姓毛的，他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就跟我说，他说他祖父是汉人，我说我认识那么久了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祖父是汉人，他说这个不重要，他跟我说这个不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家户就在那个地盘上，他们就是那个地盘那一家的人他至于他祖父从哪里来的那个是不重要的还有他们种地盘界限也尊重周遭邻人的地盘界限，那么大家呢这个保护共同的资源大家也彼此区分地盘争夺资源，这样子呢来解决这个资源困难的问题。还有他们的宗教呢就是那种对所有的神灵呢祈福感恩还愿。还有这个特色呢是他的成员面对面这种社群这种人就是经常接触的这个社会，而且非常讲究这个血缘纯净大家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带一点汉人的血缘或者是蛮子的血缘，他们认为上游的都是蛮子下游的都是汉人，所以这个只有我们这边的人是血缘最纯净的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这样讲然后他们的家族历史刚才说过了，常常一种模式化的弟兄祖先记忆，而且他们的这种家族历史呢记得非又简单而且记忆又短，他们记他们的父祖辈，我听过的大概最多就是到祖父那一辈而且他那种叙述的方式呢也跟我们不一样。大家想想看，如果有人要你讲你的家族史，如果你记得的话你会说我曾祖父有3个儿子我祖父跟他的这个兄弟，然后我祖父又有2个儿子什么什么这样讲。但他们不是，他会说我的祖父跟他的2个哥哥是3个兄弟，他会从兄弟开始讲起这个跟我们的想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呢，刚才讲过，这是一个就是没有征服者、没有被征服者的，也没有老居民、新渔民的一个社会。这种呢，其实呢，我要讲呢，就是这种的原初社群呢，事实上在原来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是非常普遍的，它的血缘跟空间的认同合一啊。那我为什么称它为原初社群呢？大家可以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从一个家庭讲起，它的原初性就来自于那边，就是从我们从小的这种生活经验，从个人的生活经验里面得到它的原初性。但是后面我要讲的是，很可能这种原初性呢，也来自于整个人类的这个定居生活的那种经验，它成为人类社会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简单来讲，它里面有个内蕴的逻辑，就是人们希望跟亲人在一起，希望邻近的人呢都是亲人，所以呢他们生活在两种边界里面，空间的边界跟血缘的边界啊，而且这些边界可以大家想想看，都被历史合理化、自然化啊，然后这个边界内外呢变成截然区分的两个世界。其实要注意这一点，这就是其实很多呢，我们到现在你看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的群体都是这样的，非常强调内在的纯净，不带一点杂质啊，然后对外呢就是绝对的要区分啊，所以把这个两个世界呢，这个虽然我可以说这个原初社群在这个羌族里面他们的暴力不多，但是这种概念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当这个人类社会越复杂了以后，这样子的原初社群概念呢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当然我们在讲到他们的暴力的话，他们的暴力就是沿着资源边界的争夺啊。当然这我刚才也说过，他们有那文化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这个边界，他要保护自己边界，他又要大家都要尊重彼此的边界，所以这种沿着边界的争夺呢其实并不多啊。一般来讲呢大家都还尊重大家的边界啊，那除非呢通常都是要到很高的山顶山上面，那个山上面呢那个边界就模糊了，所以在上面呢容易发生打斗。我有次听到在一个村子里面这个做调查的时候，当地一个书记跟我抱怨说，哎呀他们打架常常都是选到那个好高的山上打，要我去勘察现场有时候要走两天。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人家专门选择高的山上打，而是因为山上的这个边界不清楚才会打架啊。所以呢还有内部的暴力，但是这个内部呢因为各个家庭之间呢有时候有一些矛盾啊，这两种暴力呢一般来讲都不严重啊，但是呢这种轻微的冲突大家就晓得，在一个很密集的大家的这个资源的竞争啊，又很密切的这种关系之下呢，细微的冲突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这个群体内的紧张，一个解决的办法，在这个羌族地区呢，就是施暴一个内部的替罪羊啊。所以其实这个例子呢很简单，大家想想看，在中国，比如说一些传统小说、戏剧里面的那种大家庭，如果三四个兄弟都不分家在一起，当那个因为外面的经济压力加上兄弟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弄得兄弟不和，快要这个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发现啊，原来是一个小媳妇在中间搬弄是非。如果这个小媳妇呢就被大家责骂一顿，也小媳妇就也许哭哭啼啼的要上吊，这个就是典型的替罪羊啊。好，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原初社群的这种认识呢，我们来看人类的历史上呢，这个人类社群暴力的历史。也就是讲呢，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呢，这种原初社群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原初社群的概念呢，是不是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这个发展过程里面的暴力的历史，人类的暴力是怎么演进的？那以下呢，我就说明一下我对这个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想想看，在一个旧石器时代呢，人是一个 猎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猎物，他是别的动物的猎物，所以呢，他是生活在这种暴力里面，他不是他吃别的动物，就是他被别的动物吃掉，他面临各种环境的这种暴力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其实跟动物那些野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人类在开始驯养、驯化动植物，让人类定居下来以后，啊，开始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生活。这个时候呢，就不太一样了。空间领域非常的重要啊，这群人呢，在一个一定的空间领域里面，行他的农业，不只是旁边的农业，他还有旁边有很大的一块领域去打猎采集。他知道这个原始的农民绝对不是他的那个从农业之外的收入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是相当大的，应该有那么一个领域。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类就开始要建立一种知识体系啊，来区分，就像一只猫一样的，猫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它一定是先把它摸熟这个环境，人一样。人呢开始建立一个知识体系，区分熟悉并熟悉亲近的空间和人群，所以呢，食物区分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哦，空间哪些是禁忌的空间，哪些是危险的空间，哪些是安全的空间。大家看，这个几乎是在，就是我们一个小孩子，我刚才讲的一个儿童，一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那一切好像就在重复着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在定居的那个时候的那种经验，探索啊，禁忌的空间，也许爸爸的书房是禁忌的空间，危险的空间是厨房，安全的空间还是你的卧房。所以在一个原始的一个定居的人群也是一样的，他也要认识哪边是他的敌人啊，哪边是可以合作的人群哦。所以这里面呢，原初社这个概念，原初社群这个概念呢，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人类最早的亲属体系是不是从旧石器时以来就是一个血缘性的群体，至今没有变化。其实我很怀疑，虽然考古学家常常告诉我们啊，一个小的考古聚落说啊，这里面都是一个亲属或者是一群这个一个家族群体啊，但是什么是亲属，什么是家族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从人类的旧石器时代的人来看，虽然我们不知道旧石器时代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但是呢，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些人类学家在这个渔猎社会的人群里面做田野啊，他们告诉我们一些，我觉得一些很珍贵的啊。譬如一个猎团里面，我读过一个，就是说在有个社会里面，他那个猎团里面呢，他并没有在这个亲属的称谓里面，他没有分爸爸妈妈和伯父伯母，也就是说，上面那一代的伯父伯母姨父姨母跟爸爸妈妈那个名称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你叫这个上面那一代的男性的都是一个词，女性都是一个词啊。他说这个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功能上的一个利益呢，就是说这种的群体呢，事实上他们能不能经常在一起，尤其小孩子能不能
经常跟他父母在一起呢，很不确定的，因为那个死亡率很高，在那个打猎的那种过程里面，渡河的过程里面，也许他的亲生的父母就死了，也许呢渡河的时候一半的人过去，一半的人没过去，那么他就跟他的亲生父母离开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些小孩子仍然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照顾，因为呢在这个群体里面并没有分谁是你的亲生的父母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小孩子很小，可能从3-4岁开始就要离开自己的父母，所谓的亲生父母啊，就加入了年龄社群啊，加入了年龄社群，比如说3岁到7-8岁的是一个群，这群小孩子呢都在外面捡一些这个东西吃啊，他们没有打猎的能力啊。到了14-15岁，到了16-17岁的时候，你就加入了那个壮年的那个群体啊，你就可以出去打猎啊，什么什么这样的。所以年龄社群反而是更重要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所谓的 kinship 那种亲属关系可言啊。甚至我看了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田野的调查的，就是说他譬如说他们那个哥哥跟妹妹之间就好像看起来没有感情。那个调查者他说，那个哥哥呢出去打猎打了15天回来了，那个看样子成果不错，吃得肥肥的，还带来了那个几只这个鹿腿回来。结果家里呢妹妹都快饿死了，两个妹妹，结果呢他把那个鹿腿卖给当地的警察，没有给他妹妹吃。还有呢，他举一个例子呢，说一个小孩子被豹子吃掉了，结果全村都很兴奋，就是追那个豹子，结果不是要替这个小孩报仇，而且他们是知道那个豹子吃饱了一定躲在那里睡觉，这个时候很容易被猎杀，就是如此而已。然后他也讲到村落，我们讲的村落社群，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原初社群来讲，他说在这种社会里面，大家只是住在一起而已，没有所谓的社交活动，没有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会，对，就是说你根本不能够称那是一个社会，就是大家住在一起而已。还有更重要的，这种社会里面是杀婴的习俗特别厉害，所有的这种就是因为这种渔猎的这种生态能养的人非常的少，所以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就杀掉。好，所以事实上讲呢，我们所谓的亲属关系都是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生活开始，让家庭呢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跟社会群体的时候才开始的啊。所以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时候新石器时代这种聚落呢，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它就还是一样一个空间群体跟血缘群体结合的。简单的讲，我认为在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人类是一个就跟羌族的那些村寨一样，大家紧守着自己的村寨的地盘啊，跟别人保持距离啊，希望大家呢在这种方式呢减少冲突，减少暴力啊，一直到某一个时间，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社会呢所谓的复杂社会才真正的呢啊逐渐的这个出现。就是说其实我要问的问题呢，就是最早的这些呢是大家是紧守地盘对内合作竞争的社群呢，还是对外扩张相互征伐的社群呢？我觉得从很多的这个考古的资料看起来呢，刚开始大家是紧守自己地盘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恐惧外在的世界啊，避免社群之间的暴力，那暴力呢是主要在这些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这些社群的内部
啊。那么，那这样子，这些平等自主、小国寡民的这些小社会、这些小原初社群，怎么样后来走向大型的接续化、集中化的社会呢？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说因为定居农业生产，人口聚落增加，人群之间的敌意跟冲突增强，那有些聚落呢就开始联合，并且出现了一些核心的大聚落，然后这个时候呢，制度化的暴力防卫性的墙跟城出现。这张照片是我去大陆陕西那边的榆林长城外面一个叫石某遗址啊，这是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很热门的一个遗址，非常大的遗址。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墙非常的厚，然后的暴力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墙的这个前面呢，可能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一个仪式，光这个坑里面呢，24个人头，啊，都是少女的人头，而这个坑呢，不止一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两河流域啊，大家看我这个黄色的呢，大概就是一个原初社群的时代。这个时候很长的时间，大概都是几乎有两千年左右，大家就是驯养种植这个可以制陶器，然后慢慢的地居聚落密度增加，然后防卫性的构筑出现，市政这个市场分工阶级化，暴力出现，然后国家出现，国家是最大的这个暴力群体啊。所以埃及古文明也是一样的，几乎有2000年的时间呢，人类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冲突或变成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个暴力，也是差不多到了某一个时期的时候开始，也是密度增加啊，开始围墙啊，开始有这个暴力国家出现。像这种金字塔这种呢，其实这种是最能够，你看在这个早期的这些文明里面都有这些非常宏伟的建筑。其实那个宏伟的建筑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暴力，国家有权力有能力啊，把一些人集中起来啊，让你来这个建这种建筑。而这种建筑呢，变成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visible 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标。这种标志呢，也大家对这个国家的权威，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祭司的权威，对于国王的权威啊，五体投地。所以中原地区同样的啊，虽然可能比前面晚一点，但是也经过了这个一两千年的这个，然后才开始突然的这个集中化暴力国家形成，那是在很快的一个时间里面的啊，这个突然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这个问题在这里了，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一个的原初社群的社会里面会有一些呢突变成一种大型的复杂社会，而且它变成了其他的原初社群的统治者啊？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啊？那么我认为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演变模式呢，就是人群的血缘认同跟空间认同分离开来。也就是说呢，开始有一些人用一些英雄祖先的历史记忆来彼此凝聚在一起啊，他们可以分散在各地，就是说他们不用大家聚在一起了，即使住得很远，我们靠着这种记忆，我们大家可以联合在一起，要打仗，互相奥援。那这样子的群体呢，当然比那个原初社群的群体呢厉害多了啊，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征服者。其他的这个原初社群呢，和其他的血缘社群呢，就变成了被征服者啊。但是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其实不是我的一个猜想，而是的确我在青藏高原那边呢，
另外一个社会里面啊，看到了这种情形，就是川南梁山彝族社会啊，这彝族的小孩子，大家不要看这些小孩子看起来很可爱，他那些伟大的哥哥爸爸一出去打仗的话，让旁边所有的人都会吓死啊。就是彝族在这个地区呢，以前啊，当然我不是说的现在啊，恶名昭彰，大家都怕他们啊。他们就是四川人骂人，野蛮人叫波罗子。其实波罗子呢，就是指的梁山地区的人啊。中国文献里面有记载叫罗罗，好像也是野蛮人的意思啊。罗罗指的也是他们。就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扮演一个非常强悍的角色，而且最奇怪的是呢，他常常三五户人跑到一个藏族村寨旁边的一个山坡上没有人住的地方，他就盖房子在那边住了，那再过两三年变成了七八栋房子啊，然后你要上山去放羊，他不准你上来，变成他的地盘了啊。所以那为什么大家不敢去，在我们地盘上，我们人多，你才两三户人，我为什么不敢去把你撵走呢？大家不敢，因为大家都知道彝族有这个习俗，他可以到处去找亲戚，一找找几百人来打架没问题，靠的是什么？祖先，祖先记忆啊。所以这个川南的梁山彝族是他们主要地方，而且他们的社会呢是一个复杂社会，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还有奴隶啊。简单的讲，黑彝大概占人口的15%，那个是统治者啊，啊，他们也是战士啊，他们的很会打仗啊。白彝是农人，大概占人口50%-60%左右啊。那其他剩下的是奴隶啊，两个阶层的奴隶，那个奴隶呢很多是汉人从外面抢来的，他们有时候下山就是把那个不管是汉人藏人掳来当奴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以前非常怕他们啊。然后这个黑彝白彝呢都有大小家支，尤其是黑彝，他那个家支之间的团聚呢非常强，这就是为什么黑彝占人口只占15%，他可以统治白彝，因为他们家支的那个凝聚力呢非常的强啊。那么还有呢，他们会用这个父子联名制，他为了要记这个家支的历史啊，他们甚至发明这种方法，大家看这个名字多奇怪，都木木乌乌罗罗罗罗布雅布雅子拉字，这个就叫父子联名制，他可以，这个是叫这个，这个是一个叫曲木家族，白彝的曲木家族的族谱，我把它抄下来了。他总共有46代，而且这个是只是记的是主干，在他们辈的话是连底下的，譬如说每一个人啊，比如说曲聂曲布啊，他有三个儿子，他是哪些人的祖先，都这样辈的啊，所以呢。所以大家呢可以用这样子来就是互相关联起来，而且知道我跟你的亲戚关系到底是多近多远，就是看我们在多早之前有共同的祖先啊。你看这个彝族的村落也是一样散开的，这也是说不怕别人抢的。还有呢，他们经常搬家，所以你看他们的房子呢，有时候你看这一户，其实我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有人住没人住，可能已经丢掉了，就是你要搬家的话房子丢了就算了，那个房子就是非常的简单，跟藏族羌族那个地方不一样，那因为那些房子是盖在地盘神的地盘上面的，所以非常的坚固啊，那个是用几百年都没问题的，这个房子就是你看都是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是我们在访问一个黑彝的老太太啊，这一位年轻人也是黑彝，这一位，这两位都是白彝，这个是一个研究生，他是我的助手
啊，他看那个体型也可以，也是我的保镖啊。对，我先讲一讲他的故事，大家就知道这个加兹多厉害。加兹有一次呢，我跟他这个在一个地方到一个，他去问路，就跟一个老太太在那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啊，讲了半个钟头，我等的实在是受不了。后来我就看到好像有掏钱给那个老太太，就过来了。我说你在那边跟他讲什么讲那么久？他说那个老太太在跟他背加兹，背的最后是他什么姑奶奶，叫他给他5块钱喝酒。另外他还有一个故事，我跟他到处去做调查的时候呢，常常我就听到有人就说，哎，你是不是那个以前把人家房子烧掉那个小娃娃？哎，我后来有一次我们回到旅馆，我就问他，我说你小时候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人家到现在还记得。哎，他就说他小时候有一次他爸爸骂他，他就在这个房子外面玩火，就把整个村子烧掉一半，结果他爸爸把家里面所有的羊都卖掉赔人家。后面就是一个很感人的这个景象了，这个爸爸呢带着这个5、6岁的小娃娃，整个梁山到处山上去背加兹，告诉别人我们这个不幸的遭遇，然后加兹进的大概捐个50块，哦100块，哦远的20块，就这样子呢，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凑钱还给别人。所以这个我听了以后对我非常的讶异，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藏羌地区做了很多年以后，我才到这边来做调查的啊。在藏羌族地区，房子烧的是常有的事情，很简单，就说一定是村子里面人替你把房子再盖起来嘛，对不对？哪里根本没有远房的亲戚，但他们不是，啊，他们村子里的人反而大家都跟敌人一样的，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个，他们有个很好笑的习俗。他们那个村子每一户之间的那个敌意到什么程度？说每一年有2次，他们有一种仪式，我那个名称我忘了。那仪式就是用汉话讲起来就叫做反咒，也就是说你感觉到就是说别人一定会诅咒你，所以你要做一个仪式呢，要反咒回去。反咒谁呢？全村每一家户，不能漏掉一户。漏掉一户，你今年的倒霉运也许就从那里来了。所以 OK 啊，这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彝族的。所以彝族呢，好，我们来看他们这种，它是一个种姓接续的社会，它没有藏羌那种的山神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要会再到这边去调查，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藏羌那边发现他们的山神信仰跟他们那种非常注重边界的那种文化人类生态很接近的时候，我就在想，像彝族这种不尊重别人地盘的这种侵略，只要这个一直要向外去开拓开荒的这种，他们到底有没有山神信仰？后来的确发现他们没有。房子他一定要盖在新地基上，我问他说老地基能不能盖，他哪能盖，那边都是鬼，说老地基上有鬼不能盖啊。他们以对外开放征服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但是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就是其实我说的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如果你以个别的那种出去开荒的那些家户来讲呢，他不是出去征服，因为为什么会出去的都是 loser， 都是被打败的，不是被他邻居的敌人打败，就是被生活打败，他才会出去啊。很重要的，他们跟藏羌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有丰富的这个加兹英雄记忆，所以他们是一个血缘人群认同重于空间人群认同的啊。还有他们很奇怪，他们里面我实在找不到他们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认为是宗教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很多的这种都是那种叫巫术。巫术是什么意思呢？天不下雨，我想办法叫天下雨，
人病不好，我想办法做一个这个一套仪式，把鬼从他身上赶走。其实很多的人类学家讲过，巫术呢是科学的祖先，那跟宗教不一样的，就是那个逻辑不一样。羌族他们是永远是在感谢神，感谢上天给我的东西，但是彝族呢，他永远是在抗衡的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彝族呢可能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人类怎么样去走向一个复杂化的世界啊，和人类呢如何离开原初社群。简单来讲呢，他们是以血缘来作为一个社群认同跟这个边界的标志，那各家族这个之间的婚姻关系呢建立这个结盟，然后家族的历史啊，在群体内区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区分各阶层的贵贱人群，所以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历史这两个字标起来呢？这个我自己是一个读历史的，我现在怀疑人类最早的历史呢可能就是这样子来的。是什么？是一个扩张的工具。人类最早的历史就是这种血缘历史啊，是作为人类走出原初社群啊，变成复杂社会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缘跟空间人群认同分离了，邻人是邻人，亲戚是亲戚。国家出现了以后呢，其实原初社群呢并没有消失。我刚才讲了，其实只是有一些原初社群呢开始建立了这种血缘的联系，用一种血缘记忆把远方的一些呢人啊都当作就是说大家把它联系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变成了统治者，然后其他的原初社群的人群呢变成了国家统治者剥削跟奴役的对象，其实呢就是农业聚落农村。所以大家看讲了半天原来是农村，它其实不一样。大家想想看，这种呢很多的传统的农村，大家讲都是叫同姓村，其实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呢大家都是亲戚啊。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讲的同姓村呢已经跟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初社群的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这样讲的同姓村，一般来讲你还是有村子外面还是有亲戚的啊。那么其实真正的原初社群呢在羌族地区外面几乎是没有亲戚的，亲戚都在这里。但这个呢同姓村只是一个残余啊。还有呢这个以血缘关系凝聚的群体就变成统治社群。那么呢他们这个血缘跟地缘这个紧密结合的这种啊，同姓村呢就变成了被统治者啊。所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其实呢这种呢复杂社会里面一直到这个原初社群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存在，有时候它存在，有时候是一种理想而已。大家想想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大家会提到说歌颂某一个家族，说他们累世共居，同炊共食，对不对？传为佳话。其实这就表示大家虽然做不到，但是这样子是一个理想啊，在中国来讲。其实我要讲的还不止这个。其实这个原初社群的概念在我们这个现在的复杂社会里面，它用各种的形式出现。家庭当然，就尤其在家人都没有分离之前，它就是一个原初社群。同姓村我刚才说过了，它是一个原初社群的当代的残余，对不对？虽然这个村里人他外面还有亲戚，但是整个村里的人都是近亲啊。还有某些村寨人群，像我们今天讲的羌族啊，很多偏远地方的一些村寨人群呢他们是这个原初社群。还有比较复杂的就是这种封建帝国或封建国家里面的这些贵族群体，他自己在一个封邑里面，他也算一个原初社群。那你说他这个同一个领域里面的老百姓算什么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什么都不算啊，
只有那些贵族算是人，也就是说他可以忽略底下的老百姓啊，他这些贵族在一定的领域里面，这些贵族是一个血缘群体，他们也是一个这种的这个人畜社群。大学里面的死党啊，尤其像西方美国大学里面的兄弟会啊什么的，校园的死党，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为什么会是人畜社群？其实大家注意到，我刚才讲的这些呢，有一个特色，他们的成员都会互称兄弟姐妹，啊，都会互称兄弟姐妹，啊，还有呢，他们有一个想象的。或者是抽象的共同的空间，啊，我们譬如说这个以校园死党来讲，大家可能有些都有经验。如果你住在乡下的时候，小时候你跟一些朋友，你们结为死党，你们互相互称兄弟或姐妹，你们会在森林里面某一个地方或野外某一个地方，你们定时聚会的地方，甚至你们会把那个地方呢神圣化。大家不可以告诉别人，那是一个秘密基地，对不对？其实那种秘密基地呢，就是想象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空间啊。那如果在城里的话，说不定某一个咖啡厅，甚至某个咖啡厅里面的某一个角落，是里面定时聚会的，而且一到里面，大家觉得非常的温暖啊。所以不只是大家互称兄弟姐妹，而且还要有共同的空间，这就变成一个。我说这个变形的一种人畜社群，啊，人类的族群也是一样，宗教群体啊，就在教会等于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空间，然后大家互称兄弟姐妹。最后呢，我会讲到民族国家，更直接了当，民族就是一个血缘群体，国家就是一个有领域有边界的一个群体。所以好，其实呢，我们这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彼此以兄弟同胞啊、姐妹相称，啊，有实质的想象的或象征的共同的空间，这种群体，而且他们也是一样，讲求内部纯净，对外界敌意，来强调这个社群边界，啊，大家看，这就是为什么校园死党里面常常内部会有暴力。也就是说，你越强调这个纯净呢，越会担心里面会有叛徒，啊，有人会被认为这个内部的这个紧张就会产生暴力啊。好，我们来看看国家暴力跟原初社群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啊。简单的讲，不管是古代或当代的国家呢，国家是有力量而且有工具来行使暴力的。啊，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那人类脱离了原初社群以后，很明显的，这个在一个复杂社会里面，人群之间的暴力呢，增加了非常的多。那么原初社群的人呢，成了国家暴力的对象，也是国家暴力的工具。怎么讲呢？国家征税，对不对？我拉夫，全部都是这些农村的人。还有呢，国家对外战争也从这里面拉人啊，他们正变成了战士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从人类的驯养动物的历史定居下来的来看呢，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结局。人类驯养动植物，开始成立这样的一个原初社群的社区，到了最后国家出现以后呢，这个社区里面的社群里的人变成了国家统治者的驯养动物。所以我们再看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更严重的暴力呢，是把原初社群的理想跟当代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把国家的暴力跟原初社群的那种特质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是更可怕的，造成一种暴力。所以我们来这样讲好了，民族国家的理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不对？那很多的学者呢都认为这个是欧洲十八世纪的产物，这几乎在学术界呢是公论。但是我认为呢，这个
说法呢，忽略了人类很根深蒂固的这个原初社群的这种理想，也就是说，居住在同一个空间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其实民族国家的理想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原初社群的理想的实践。所以那像中国这种国家，那你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呢？里面的民族那么复杂，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做法呢都是这样的，先把这些人群呢，就是不是我主流的人群，我把它特殊化，把它变成叫做少数民族、原住民、跨境民族或者是外国人 anyway、然后把那个空间呢也把它特殊化，那个叫做民族自治区、原住民保留区、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呢，同化，干脆、用统一的语言文化政策跟历史教育把它变成我们的人、但是呢我要讲的真正的暴力呢，这个不是这个，但这个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暴力，大家也知道、国家的暴力。但是呢我要讲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呢，就在德国1806年这个法国打败普鲁士拿下柏林的时候呢，这个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就德意志各邦国呢他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费希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德国哲学家，他就写了一篇告德意志同胞书。在这个里面呢，文章里面呢，他把德国的国家的边界跟民族的边界呢把它等同起来。他认为呢，居住在我们这个同一个空间的人呢，这个民族呢是无可分割的的一个整体，而且呢绝对不宜去吸收其他的民族、其他不同血缘不同语言的民族。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把整个的民族给毁掉了所以他的想法呢，从19世纪慢慢到了20世纪的时候我必须在这边呢简单一点，就在形成了德国知识界的一个民族社群的概念。这个民族社群的概念呢，它不是指一个民族，而指的是居住在一起的民族。大家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血缘社群跟空间社群合而为一所以那么这个从德意志帝国一直到纳粹德国的时候呢，民族社群的概念一直延续到纳粹德国，就表现在一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口号上面，血与土血缘跟土地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大家想想看，我讲的国家有行使暴力的工具跟权力，再加上结合了这个原初社群的这种想象纯净的一个群体，结果是怎么样？把不纯净的全部移除掉。所以我们都知道大概有600万犹太人死在毒气室或其他的里面，其实不止，我们只是太强调犹太人这一部分，另外可能还有几乎是肯定的500000-600000斯拉夫人，其他的就是对他们来讲血缘不同的被杀死，所以总共死的可能是1100000-1200000人只是因为纳粹德国希望完成这个原初社群的一个梦想。大家注意，所以呢其实大家看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初社群早就存在人们心里，即使在德国呢，这个国族梦想呢，在19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在20世纪初已经很成型了，纳粹德国只是把它进一步实践而已。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想想看，如果所有对这些大屠杀的反省都指向于希特勒或者是他的什么盖世太保纳粹党这些的话，其实我们人类根本没有真正的反省。就是说呢，我认为对原初社群理想缺乏了解呢，所以我们对于这些
这个种族清除的暴力呢，在德国所犯的，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反思，以至于呢，同样的暴力呢，可能在发生。我讲一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它很可能发生。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他提出来的，他说这是非常很奇怪的事情。大家知道，欧洲人非常自豪的启蒙运动，对不对？让整个欧洲人进入了一个文明的世界，民主、自由、人权各种的思想在里面出来。而1910年代，德国是全欧洲的这种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个中心，最好的社会学家、最好的哲学家都在这里。可是到了纳粹大屠杀的时候，不过十多年而已，十多年就变成了一个那么野蛮的世界。所以想想看，人类的理性是多么的脆弱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这样讲，虽然在原初社群的源头或它的原型，一个家庭或一个新时代的聚落和羌族的一个村寨，暴力不经常发生，而且一般来讲都非常轻微，但是呢，它强调截然划分的社群边界，与内部纯净如一啊，然后让人们对外在的敌人充满敌意，对内部的异己呢完全不能够容忍。这个呢，其实是最后呢是为了一个团结社群，会去想象创造或夸大外部的敌人。这个你看看，最近我们这一年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想这样做，因为你看很多国家内部的，大家为了该不该戴口罩都要分崩离析了，最后的办法呢，常常就是建构一个或者夸大一个外部的敌人，或者在内部呢找一个戴罪羊。我们知道有一些亚洲人或者是华裔就变成了替罪羔羊啊，用这样的来化解恐惧，团结社群。所以这种替罪羊呢，其实它有个特色，不是内部人，也不是外人，啊，所以像美国的华人在美国不是内人，也不是外人，所以大家其实我不要举那么远的例子，大家不要忘了，有一个最近的替罪羊就在我们身边，谁？我们自己，台湾，对中国来讲，我们就不是内人，也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是。很典型的这个可以被当作替罪羊的啊。好，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章的主题呢，女性与病毒，羌族的毒药猫传说，其实在讲呢这种替罪羊的暴力。谢谢各位。谢谢王院士这么精彩的讲座。那接下来我们时间可以开放给现场的观众提问，不知道哪位贵宾有问题要请教王院士，可以举一下手。好，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才老师有举例这个羌族讲这个原初社群嘛，哈，那刚才有讲到说，在一个部落里面，其实他们就是依着地基主盖他们的这一个这个房子。那我想请问请教的是说，这看起来每一个这个部落其实它的这个地基是有限的，那这个怎么去控制他们这个资源，例如说他也不可能有那个节律的这个工具吧，他们假设这个 population 超过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来控制，是杀婴吗，还是有用其他的什么方式啊？这是很好的问题，这就是分享资源的不能多，但是保护资源的不能少。这意思呢，他们常常会跑到别的沟、别的地方去，啊，如果那边呢说有空的家户，他就常常先在别人家打工，打了工了以后，慢慢的呢，就别人接受他，他就会去，就说别人会很慷慨的去接受这个外面人进来，不管是汉人也好，什么什么也好，啊，来进来。建立一个新家户，
尤其是有空户的时候，因为保护资源的人群不能少，有一种方式这种，还有一种呢，我是觉得他们就是到外面去，就变成汉人了。其实都后来呢，他们就当地人也不记得，不会记得这个出去的人，出去的人有的也不念，也没有什么留恋。那我就听到他们讲呢，就是说在1970、80、9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认同有很多的利益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回来说，哎，我们的祖先是从这个寨子出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也能登记成羌族，就他们一概不认，不是他们刻意的不认，而是不记得，没有人知道，只要移出去的就没有人记得，啊，就是他们的那种历史记忆，就是有意的就把这些都忽略掉了。Okay. 我很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有关于这个空间的界限，所谓的空间的边缘跟这个所谓血缘边缘。那我们在这个21世纪 Internet 时代里面，这个、空间就不是光 physical 空间，实际上是网络的空间。那回到 Internet 上，很多的所谓这样的一个所谓这种叫做同温层的概念，那会回到刚才你谈的这种所谓暴力的问题出现，想要给。请你帮我们试试看怎么延伸看这个议题，谢谢。好，那个我可能能够谈的不太多，但是我可以讲，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这个其实就是在我最近写一本书，关于这个羌族的这些暴力，这种关于这种恐惧暴力的，其中有一章就是讲到这个，我称之为网络存在。所以你讲的完全没错。知道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原初社群的一个特色，就是大家面对面，对不对？每天面对面的，我们网络社群也是一样，啊，面对面的互动，而且网络社群呢，有一些也是一样，它有非常强的这个边界，啊，有强边界，尤其是当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啊，同样的，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社群里面呢。大家非常怕被自己人出卖，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里面，大家要意见一致，啊，有这个投降派说在里面的话，啊，就会被霸凌，啊，所以现在其实全世界呢，很多的暴力呢，都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活在两种世界里面，一个网络世界，一个现实世界，譬如说一个人，他在现实世界里面，他是一个外来移民，对不对？他是一个劳工，他是一个边缘人。但是他在网络世界里面呢，他是一个英雄，啊，他是一个跟他家乡的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尤其如果说他的家乡的人跟他的这个寄居的这一国是非常敌对的时候。他怎么样去生活在这两种世界里面，啊，常常我们看到的，就这个问题说起来，到了最后，这个暴力是怎么发生的，我真的是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现象，这些在欧美社会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孤狼攻击，啊，我读了很多这种报告，我也希望从里面找到一些解答。但是呢，是看到有一点。他们很多人那个记载里面都有看精神病医师的，看精神医师的这个记录，啊，也就是说那个对人的心理呢，是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到最后让他崩溃，会出去发动屠杀，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嗯，好，嗯，其实我没有办法把我的。问题非常的结构化，所以我只能一个大概的，就是我想要问您一个问题是，刚刚您中间穿插了一句话，叫做巫术是科学的祖先，大概这个意思。那我想要问的是，在您的研究观察里面，就是关于巫术、空间或者边界和疾病、社群这四个，有没有一个？什么经验或者是概念可以分享？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就是
如果说要把疾病这一类的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据我在就是说羌族或者是在彝族地区所看到的呢，就是羌族他们是用这个祈求的方式来让这个人治疗啊，彝族呢他们比较大多就是用巫术，使用一种那个一套办法把这个鬼啊驱走。但是还有就是说你有讲到就是他们跟他们的社群认同啊这一类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在彝族跟羌族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啊。当一个群体在强调它的纯净的时候，不管是血缘的纯净或什么纯净的时候，所谓的不纯净常常就会跟一些病毒或者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羌族来讲的话，他如果说一个寨子里面认为外面嫁来的女人不纯净的话，他就会认为女人身上都是带毒的啊。那这种概念呢，事实上在藏羌里面啊，在其实不是在侮辱哪一个民族或什么的，其实都一样。我们大部分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群都是大男人主义的人群，对不对？所以都是对女性歧视的啊。所以他们在藏羌族里面也是一样，他们常常认为女人身上就是带着毒，天生的带毒。比如你看藏族里面他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起源传说，就是人是怎么来的。人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派到人间的一个神猴跟一个阎魔女啊婚配以后生下的小猴子的后代。所以你看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人是有神，男人是有神性的，女人是有魔性的。所以这个概念呢，其实在羌族里面也是有。所以羌族里面的女孩子这边有一条腰带，他们说那个就是让女孩子干净的，就说她身上有毒啊。那个呢就是菩萨的那个，等于带着菩萨的神性啊，来把她的这个毒消除。所以这也是很容易呢，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次可能会提的更多。所以女性常常会跟病毒，就是实际的病毒，在很多的社会里面会把它连接在一起。我想问的问题呢，其实有点像和 James Scott 他逃避统治的艺术来进行一个对话，回到民族本身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您现在在研究羌族，包括也去到了彝族，那其实藏彝走廊一路沿片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它确实是有在藏彝走廊上慢慢的逐渐演化而来的嘛。那包括现在James Scott 他讲的在缅甸克钦那边的很多克钦邦也好，傈僳也好，他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边界上面也经常有分布。那就是在您的研究中提到了羌族，它作为一个原初社会性质更强的民族，那彝族它作为原初社会向复杂社会去演化的一个突破口类似的存在。那像傈僳族，以它为例子也好，它其实是在比较后面，在彝族更久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民族。那他们其实，因为我自己在跟傈僳族接触比较多，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并不是像彝族，像您刚刚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向更复杂的社会去演化的一个状态，反而他们身上更多的因素是非常的羌族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你说傈僳？对，傈僳族，对对对。因为我在跟他们接触中也看到，他们还是有更多的是这种兄弟，然后更多的是这种兄弟传说的神话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述的方式。然后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您的研究中，您跟 James Scott 他这样子讲专门讲逃避统治的艺术这样子的一个类群的人中间，是有一些想要对话的方向吗？啊，很好问题。你是读人类学的吗？是的。其实那个他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 James Scot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 The Art of Not Be Governed， 就是不被统治的艺术。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书的不是这一本，我是觉得
可能在他的田野范围里面，他所讲的那个是合理的，但是他比较糟糕的是，他把它建立了一个大理论，把他很多的范围都把它刮到他所讲的那个那种模式里面，所以至少在我所熟悉的那些羌藏里面呢，甚至于包括苗族，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不是很有说服力，这个。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他以前讲的那些早期1986那时候的一些书，像这个 Weapon of the Weak 弱者的武器这一类的呢，还比较好。简单的讲呢，我是觉得他这位学者他的讲法就是说啊，这些人有一些发展一些特别的方法来让自己不被国家来统治啊，但是我是觉得呢，真的是很不幸的是，有一些族群呢，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反而是 no way out， 没有办法去脱离国家的统治，所以呢，他们就用另外的一些办法来想办法让自己呢，在这个国家统治之下，能不能很微卑的生存下去？我举的例子，譬如说，苗瑶就被他纳入他的那个。所谓的能够想办法不被国家统治的那个范围里面，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苗瑶呢，在清代他一直是受国家，甚至更早这边人就是被国家统治的。不但被统治，他们还发展一种，大家知道那边有一种文书叫做过山榜，或者是那种就是简单的讲呢，就是他每一个家里面都保存一个文书。那个文书看起来像一个皇帝的诏令，但是你若仔细读呢，那是胡说八道，就是里面错字连篇，而且里面的这个朝代的名称官名都是他瞎掰的，就是写这个东西的人呢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里面是讲一个故事，说我们的祖先是一个狗王，这个有一次呢就替中国的皇帝呢打败了敌人，就皇帝呢就把公主嫁给了这个狗，这狗就带着公主呢就变成了我们的祖先，所以呢因为我们的祖先男的祖先对你们中国有功，女的祖先是皇室之女，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缴税不用纳利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山野的资源，大家想想看，这个叫做不被统治的艺术吗？我觉得这个是被统治之下不得已的一种很微卑的声音，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例子很多了，好吧，就这样。刚才是不是好？他最后一页投屏啊，让我想到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就是他们会对外营造一个很强大的敌人，那对内呢又对他们的少数民族，就是有些社群暴力，就是。去消灭他们的文化，或是像藏族或是那个蒙古族，他们的文化就快要被消灭。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可能被逆转？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似乎很难，因为中国在那个人权理事会上面也取得了一些席次这样子。对，所以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啊，其实中国的情况呢是蛮复杂的，譬如说大家所听到的，譬如说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问题，大家没有觉得差不多集中在譬如说藏族，对不对？和那个这个维吾尔那个地方啊，但是譬如说你其实那个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复杂，你譬如说像新疆那边，我常去。做调查，我那边朋友维族的朋友啊，藏族朋友什么都很多，所以知道。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那中国大陆呢，他们也知道，譬如说新疆地区南疆这个可以耕的地特别的少，对不对？想把有一些维族的这个村落呢迁到北疆去，但是呢，北疆的哈萨克人不接受，啊。你如果要把它迁到这个伊犁塔城那边去的话，
那边的蒙古族不接受。其实那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状况。还有譬如说我们常常讲的中国大陆这个在迫害少数民族和就是说不让他们的母语教学。那我有一些藏族朋友呢在青海的，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在争取母语教学这个事情。啊，可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第一个你要定义什么是母语。如果你用一个统一的藏语的话，有数百种语言会消失掉。因为这就是我讲在羌族那个地区和附近的藏族地区，我们刚才讲的巴底巴旺，巴底它跟旁边巴旺他们同样是叫做加绒藏族，那个话是完全不通的，不是方言之间的不通，而是完全不通。啊，那羌族地区呢，虽然他们叫做共同的叫羌语，那个语言也是完全不通。啊，所以在青康藏高原的东缘这个地方呢，非常多这样子的族群。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时候会很同情这种状况，我也会觉得中国大陆的做得非常不好。那个有很多的需要被指责，甚至要被严重的指责的。但是呢，就说以西藏问题来讲，这个是我最熟悉的，因为我做的就是在藏羌这个地方的。对，我常常用个比喻跟人家讲，我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失去中国这个敌人跟失去中国这个朋友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统一的藏族。大家知道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藏族原来就是很多的部落，对不对？他们彼此呢打来打去，但是这种部落组织地方很有趣的是，你如果过去打他，哎，他团结起来了。也就是说如果把中国当敌人，他就有一个统一的藏族出来了。这就是以前乾隆打金川犯的错误。乾隆就看到那边有一些小土头头在那边彼此打来打去，乾隆下命令说你们不准打，哎，结果不听话还在打，就乾隆就派大军去打了，哎，就不得了，那些原来打来打去的全部团结起来那现在就是大量的援藏款进去也可以让，对不对，他们好像团结，你是藏族你才能够享受这个援藏款。所以其实那个状况呢是非常的复杂，再加上一些宗教的因素，还有这个宗教的因素呢其实更复杂了。就是说我这个没有时间讲，我在那个我可以稍微提一下，譬如说我研究的那个地区来讲的话，我不是说他们常常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上门吗，变成别人很欢迎他来。我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就是从隔壁的那个沟过来这边上门，然后在这边成家，对吧？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藏族，你怎么跑到这边来成家？他说我以前怎么知道我是藏族？所以是我问了一个笨问题。他说我以前怎么知道我的？他说我知道我以前是羊部落，这边的部落是羊部落。我那个时候只要知道哪边是羊部落哪边是牛部落，我如果跑错了我就会被杀。其实那个什么意思呢？羊部落跟牛部落的分别是金轮左转金轮右转，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黄教一个是黑教之间的差别。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宗教教派中间的差别，就在他们来讲是致命的，那种是致命的。反而语言不通不是问题，更没听过什么藏族羌族，那时候他们都没听过。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最重要的就是牛部落羊部落这种分别。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就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呢，就是说真的是中国大陆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讨，但是也要想办法去好好的说明。其实有的不是像外面所想的那样子。谢谢王律师。